Hey. Yes? I'm hungry. 3 burgers and a cup of coffee, please. I'm starving here. Do you need a room? Well, sure. I'll stay here. Take good care of my car. What's in the car? Weapons? Be careful. We will have to go to see God if there's an explosion. Don't worry. God is not interested in us. They're all biscuits. The 就停在咖啡馆门口。我看这几天咱们的伤兵饿得够呛，应该让他们去解决吃的。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你当然知道。明白。赶快把这个消息告诉伤兵。哎，赵排长，你消息靠谱吗？哎，应该就是了。赵排长，咱们先抢了再说。哎，轻点儿，走走，快！哎，快上上上！上上What the hell? I don't know. 报告，进来。特派员，不好了，美军的食品被抢了。什么？什么人干的？临时救助站的伤兵。对不起，对不起，实在 has gone. 实在是抱歉，对不起，实在是抱歉啊。那个 ，Get my things back now. 那个，对不起， Understand? 李元杰，长官，你看，你看。谁干的？那帮伤兵，去把他们通通抓起来。是。Sir, your soldier wrapped my food. You should responsible for this. 说什么呢？哎，长官，他说您的兵抢了他的东西，您得负责。转告他，我一定会对此事负责到底。违反军纪的事都敢干，一个个真是有种。都是爷们儿，谁领的头站出来。我领的头。我领的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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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意思，很抱团嘛。我再问一遍，谁领的头？你听好了，我领的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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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领的头，我领的。你们要干什么？我是要帮你们，一个个都不知好歹呢。行吧，那就。一起上军事法庭。哼！你们是不是傻？这个都不懂啊！我领的头，责任我一个人担着，我一个人上军事法庭，不就是几箱破罐头吗？需要所有人掉脑袋吗？不行，要掉脑袋，我们大伙儿一起掉。对对对，一起掉。约翰，上校，非常抱歉，这次意外，我真的很惭愧。我也很意外。我已经命令我的宪兵队把这些肇事者通通抓了起来。其实我很同情这些伤兵，可是我很遗憾，美军的给养被抢了，我必须向我的上级报告这件事情。美国人那边什么反应？据我观察，没有什么激烈的反应。那梅松那边呢？梅松现在已经派宪兵把赵毅他们抓起来了。好，你去看看我们的货。是。
报告。进来。特派员，电报。好，你去吧。是。严惩肇事者。爹，爹，爹！哎呦，一惊一乍的，这么大的声，我耳朵都快震聋了。我从小就这么大声，那时候你还夸我来着，夸我哭得响。哎，爹，嗯，咱家还有没有粮食啊？哎呦，不多了，买的新粮还没有进来。哎，你问这是干什么？粮库被烧了以后，伤兵们都开始抢粮了，那些人现在都已经被关进大牢了。他们可都是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咱们得想办法帮帮他们，不能让他们等着饿死。这个事儿应该县政府管的。县政府？你等他们管的时候，那些伤兵早就饿死了。你呀，就知道替别人操心，什么时候替自己操心就好了。哎呀，爹，他们可都是在战场上杀敌的英雄，宁可咱饿死，也不能让他们饿着，对吧？嗯。那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等粮食一到，我就给他们送过去。这话你应该跟梅家说呀，他们家给了吗？人家梅家掌柜的老早就把粮食送过去了。那不就完了吗？梅家既然已经给了，为什么还非要让我们刘家给？梅家是梅家，刘家是刘家，再者刘家也应该有我说话的份儿吧。爹您看见了吧，您养了一个败家的闺女，这胳膊肘永远往外拐。我爹听说你们这儿缺粮，让把家里的粮拿来一些，应急吧。谢谢啊，你们刘家真是雪中送炭。是啊。刘建兰。就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这现在家里生意还是我在打理吧？这家里的粮食说送来就送来了？爹让我送的。不是。一天到晚骂我是败家子儿。刘家有你更好不了。特派员，特派员，王领队，我想来看看那些伤兵的情况，他们有些人还没有完全康复。他们抢了美军的给养，你难道不知道吗？我知道。知道还来找我？可是他们是因为饥饿不得已才这么做的，他们的行为我觉得情有可原。情有可原？你得想办法把他们放出来，你不应该把他们当成抢劫犯。他们是伤兵也好，英雄也好，他们首先是个战士，不是土匪。那难道让他们饿死在这儿吗？上峰已经下达了命令，严惩肇事者，绝不姑息。你可以法办他们，我现在只要我的伤员。对不起，我做不到。那我过去看看他们总行吧。李队长，进去吧。谢谢啊。快点啊，兄弟们。王领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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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过来看看大家，检查一下你们的伤口。团长，我想组建一支作战能力强的部队，作为你的特别行动队。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你说。救助站不是有很多伤兵吗？现在前线打得紧，好多部队的番号都撤了，他们也回不了部队。我就想用这些人作为主要人选。我也早有此想法呀，可眼下恐怕不行了。为什么不行啊？他们抢了美军的给养。那得想办法救他们呀。我也想救啊。那现在怎么办啊？他们可都是从战场上捡了半条命回来的呀。我已经接到了上峰的命令，要对肇事者严惩不贷。还好没什么大碍。
注意伤口，兄弟们，千万要照顾好自己，知道吗？那我先走了。王林哥，经理。你们保重。哎，你看一下啊，这两箱在这儿啊，三箱阿司匹林在这儿，你看一下，都齐了。王领队，一样不少。二当家的，谢谢你啊。哎呀呀，王领队您客气了，以后有货还找我们，我们马帮最讲究的就是信誉。好嘞，行，那就不打扰了。兄弟们，哎，安静了。好，走。看来这条路还是行得通的，你去执行吧。是。发散了啊，看看来。哟，王领队，看一看啊，你的货到了吧？啊，谢谢啊，都已经到了。我就说嘛，何麻子要连这点事儿都办不了，那我也太没面子了。嗨，我的那点货不是你们说的普货吗？普货，别说你的货了，连我的货都到了。刘大掌柜的，作为朋友，我可要劝你一句啊，这种生意可得少做，这万一要是被你的妹子刘显兰发现了，可就麻烦大了。不能够，毕竟亲兄妹。王领队，我可是拿你当朋友才说的，你就放心吧，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哎，咱们有约定的，你今天有没有时间？我请你吃饭。今天呢？今天我可能没空，要不改天吧？那明天。我最近还挺忙的。哎，要不等我闲下来，我请你吃饭，以表达我对你的感激之情。哎，这谢什么呢？帮你就等于帮抗战，每天看你这救死扶伤的，请你吃个饭。算我为抗战尽了一份绵薄之力。行，那就不多说了，你先去忙，我不打扰你了。好，回见，王领队。好。钱老板，这箱子里是什么东西？我不看，送到县城没问题。你出多少钱？只要能安全送到，你说多少？我再给你加这个数。爽快，钱老板。你就等着按时取货吧。你只要把货送到县城，你不用来找我，到时候我自然会找你们。没问题，我马帮在县城有驿站，你到时候派人去取就行了。好，何寨主，你数数吧。数数。数什么呀？数？不数了，还不相信你？好，何寨主豪爽。我呢？这就告辞了。山不转水转，你我这次算相识了，往后有什么生意你可得多关照小寨啊。客气。我就送了。等一下，50块大洋。这是什么人啊？你管他什么人呢？我本来打算就要他10块啊，他一下子出了这么多。这年头这么大方的主可不多了。你说他花这么多大洋运货，我抬开。好嘞，毛病，你讲点规矩好不好？
不干。一二三四五，上山大老虎。数什么数啊？拿酒去。那就。团长，喝水。哎呀，那批肇事的伤兵怎么办啊？上峰一直催呢，他们想要什么结果呀？什么结果？什么结果都不是你我想看到的结果。那你现在什么态度啊？我的态度就是没态度。怎么办？上军事法庭，军法从事。一旦上报，上峰一批复，咱们就被动了。那批人都等着你救呢，你没态度不行啊，在这事儿上。我当然想救，可现在怎么办呢？眼下的形势不只能如此吗？上报上去，上到批复下来，真要执行死刑，咱们能不执行吗？你说这上峰一直要求严惩不贷，我就担心时间拖久了，一纸命令下来咱们就麻烦了。要破这个局，解铃还需系铃人呢。我找约翰去。妹，我这里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我的上级已经补充了我的给养。我想知道你们对这批肇事者的具体态度。我的态度重要吗？当然很重要了。这不是你们中国军方的事情吗？咱们是盟军嘛。那首先我想问，你们打算怎么处置这些肇事者？我的上级要求对肇事者严惩不贷。严惩不贷？严到什么程度啊？可能会被枪毙。上校，你真的想枪毙他们吗？我当然不想，可我担心我的上级会下达这样的命令。你的上级真的会下这样的命令吗？有这种可能。妹，不能有这种可能。为了一车的给养而杀人，这个太没有道理了。你知道吗？如果我是一个饥饿的伤兵的话，我也会抢东西吃的。约翰，那也就是说，如果你是这些伤兵，你也不会惧怕军法的处置喽？不能等着饿死，我宁愿违反军纪。这是你们美军的态度，对吧？请转告你的上级，这就是我的态度。谢谢。不用谢，我不虚此行。后面的人跟上啊，更好了，来，后边跟上，更好。二当家的怎么了？没怎么，我撒个尿。哎，你跟紧了。好。王领队，哎，赵毅，王领队，现在我们哥几个就到梅特培训那里报道了。你们刚被放回来，你们的伤都没好利索呢。好了，差不多了，现在是胳膊有劲儿着呢，待着手都痒痒。参加梅特培训的特别行动队，王领队，好好干一场。
你们要是想去啊，我拦都拦不住。不过呢，伤筋动骨100天，你们可得小心伤口，当心别裂开了。您放心吧。哎，哥几个，咱们给王领队敬个礼。敬礼。快去吧，一路小心。是。啊，都去送送。赵排长，哎，别忘了我们，有空回来看看。哎，走了，行，小心啊，老钟。哎，好，老钟啊，哎，回去吧，回去吧，养伤啊，你去吧。保重，保重，小心啊。行，走了，你好好养伤啊。真没想到，抢粮事件这么快就解决了。是啊。也罢，梅松组织成立了特别行动队，也许赵毅他们能成为我们利用的砝码。赵毅，他现在对我们深信不疑。忙着呢啊！好，取货。啊，哎，您的货，您的货在这儿，哎，在这儿。哎，都清点一下啊！怎么回事？电台呢？电台我亲自放出去的，怎么变成烟土了？烟土既然运到了，那电台肯定是到了。马帮的人走了没有？走了。无能，你还不去追？我去。县长，哦，葛科长，粮食的事怎么样了？没问题了，我从几个大户那儿买了一些，这些人啊都过哭穷呢。没办法，这战争和饥荒把人都闹怕了。特派员刚才又来电话了，又在催问兵源的事呢。县长，这事儿你就放心吧。最近我们民政科和连城新刊做了不少动员和宣传工作，情农的民众热情很高啊，不少人愿意参加特别行动队。和麻子不认账，他说你送什么东西我就运什么货，至于里边装的什么他们从来不过问。嗯，有点道理。我也是这么认为的。那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按常理来说，他们确实不会过问箱子里的东西是什么，就算他们打开了，他们要电台有什么用？所以我认为马帮山寨是绝对不会用烟土来交换电台的，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烟土比电台更值钱。那你的意思是？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拿错了别人的东西，而别人拿了你的东西。我已经从何麻子那里打听到了所有的雇主。都有谁？有刘显龙，还有苟延康。苟延康，要是我们的货和他们的货拿错了，那麻烦可就大了。那怎么办？我去找苟延康。来。好。先生你好。谢谢。两位需要点什么？啊，来两杯蓝山咖啡。好的，请稍等。哎，王领队，对咖啡蛮在行的嘛。我从小是在马来西亚长大的，还是略懂一点的。怪不得呢，原来王领队是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大小姐哟。苟组长，你就不要领队领队的叫我了，多生分呐。您就叫我雅琴吧。也是啊，那我就叫你雅琴妹子吧。哎，苟组长，我看您一定是个大忙人。嗯，你说对了，
我最近还真就挺忙。这不，梅特派员要我督促方局长限期破案。这破案的日期越来越近了，你说我能不着急吗？破什么案这么着急啊？说是纵火案，其实就是电台的案子。啊，这电台还能出案子呢？你是医生，太不了解电台的作用了。这日本人的电台，共产党的电台，我们都得查。哦，您好，这是您要的咖啡。谢谢。谢谢，不客气，请慢用。雅琴妹子，嗯，请。根据我的判断，我们的电台不在苟延康手里。不在他手里？那会不会在刘小龙手里啊？在他手里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你们想想看啊，刘显龙他是一个商人，他拿电台有什么用？如果他误拿了我们的货，他一定会找何麻子把烟土给换回来。所以我们要密切关注何麻子，一旦有人换货，我们就有转机。我再派人过去送一次货，试探试探是谁在捣鬼。你们千万不要轻举妄动，我怀疑这是一个陷阱。这是你的孩子是吧？嗯，我东西呢？我的东西呢？不知道。装傻是吧？不知道。东西放哪儿了？说，不知道。不知道是吧？我告诉你，附近几家我都去看了，他们都说就你去过后山。说，我东西在哪儿？我真不知道。还装傻是吧？好，不说是吧？不说是吧？说，东西在哪儿？说！我说，我说，我在后山捡到一个木箱子，里面是一铁疙瘩。东西呢？东西在哪儿？我给当了。当了？当了？走！这位爷，您需要点什么呀？爷，我们这儿可不当这个呀。我不是当东西的，我是来赎东西的。赎什么呀？赎什么东西我不清楚。过来，看清楚，就是他。前两天在这当的东西，赶紧给我拿去。赶紧。好嘞，二位请稍等。人来了。什么人？赎东西的人。我先去稳住他们，你赶快去告诉特派员。哎，是是，站住站住，后边后边。好好好，好的，谢谢你们的帮忙。哼，放心吧，一定全力以赴。特派员，人来了。约翰，我还有些事，你先走吧。OK。
这是前清的好货，上好的杏花，您看喜不喜欢？您要是有意的话，我低价卖给您。前清的，这是前天的吧？别动！别动！你们干嘛？哎，特派员就是他们，这怎么了？这是带走。哎哎哎，这怎么了？这是走走，这哎走，这干什么？你们这是要把我带到哪儿啊？好，接上，快！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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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点，长官，我是冤枉的呀，长官，长官，我是冤枉的。怎么样？该说了吧？我说了，我都说了，我知不知道？里面就是一个，只是个铁疙瘩，别的都不知道了。要想活命，老实交代。哎，你饶了我吧，长官，我都交代。那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我真的不知道啊。还嘴硬是吧？饶了我吧，长官，饶了我。再给他加一块。不要！这两个人都是分开审的。是。看来魏毅只是因为贪财，他应该不知道木箱里面装的是电台。从魏毅和山民的交代对比上看，已经证实了这一点。那眼下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先找到运送电台的老板，才能找到幕后的接货人。好了吗？好了。苏鬼说，还是没有发现雷总有什么特别的动静。不要掉以轻心。那我们就不行动了。这样看来，梅松和军统他们现在都在暗自行动。小金，干什么呢？我没事，帮我松松筋骨。我给团长放松一下。那也得轻点儿，听听都叫成什么样了。哎，快来，我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空心面。快过来呀、啊！锦兰，你不来我还要找你呢。有件事我想跟你说。哎呀，什么事儿待会儿再说，先吃面。我跟你说，这你不吃我不听，我不听。嗯，好，这就对了。好吃吧？嗯，你买的？我做的。你？是吗？小兰。嗯。我们接到了一部电台。什么时候？三天前。你太过分了！三天前接货的电台，现在才告诉我。让我们每天在街上屁颠屁颠的找呢。不是你们警察局的那部电台，还有一部。对，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事儿。行，你行。站住！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告诉我什么？你不就想告诉我你什么都行，我刘显兰什么都不行吗？我说你这脾气能不能改改？什么事儿我还得向你汇报？改不了了，不改。为什么上次我们托运电台却变成了烟土，而这次托运烟土却没有任何变化？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分两批人去马帮山寨托运，却出现两个结果。按理来说，马帮山寨每天都在运送东西，出现这样的事，我也很诧异。那这次提货，你发现有什么变化吗？上次给我们提货的是二当家魏毅，而这次他没来。那好，这次你再找人托运一次，看看东西是否可以顺利到达，再看看是谁运出来的。你的意思是，如果下次运货提货跟魏毅没关系，而货又没有任何变化，那我们就要从魏毅身上找答案。我在担心这会不会是圈套。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只能铤而走险了。如果这次不是魏毅贪财的话，那这部电台已经到了青龙了，没准眼下小鬼子已经用它传递情报了。这么说我们还得感谢魏毅，他来意歪打正着，倒还立了大功。可怕不就在这儿吗？我们缴获了电台，结果是因为敌人失误，歪打正着，这更危险。那好办呢，咱就把河麻子给他绑了，彻底断了他的通道。这绝对不行。你想过没有，马帮山寨的马帮是干什么的啊？就是给人运货的，而且这河麻子并不知道是运什么东西。你现在把通道给封了，并不等于解决了问题，还打草惊蛇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怎么办？我已经叫人去把魏毅给放了，但是我得提醒你一下，这件事情你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你们方局长。放心吧。哎，那个电台呢？不找了？我派人暗中查着呢。暗中派人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怎么又着急了？你找到这个运电台的人，我们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运电台的货主，找到了运电台的货主，也就等于知道了电台属于哪股势力。什么乱七八糟我不懂。你是说关键要抓住运电台的货主？你这不知道了吗？当铺那边你必须给我盯紧了。又让我去跟踪？我除了跟踪我不能干别的吗？我不管，我不去。你是侦缉队队长，你不去干谁去干？警察局就我一个人吗？别人不能去吗？别人我不信，我就信你。干嘛？过来。干什么？过来。干什么？坐这儿。气饱了，快吃吧，都凉了。后来我就说啊，我是马帮山寨的魏毅，我是二当家的，他们能把我怎么的？那对我是好吃好喝好招待。嘿，我告诉你。那伺候不好我都不回来。魏毅，啊，还知道你是谁呀？还跟兄弟们吹牛？你怎么不死在里边？我是想着那人花150个大洋托运一箱子东西，那箱子里肯定有什么宝贝。你这臭毛病就是不改，你偷着看了？没看见。你没看见，你害得马帮山寨赔了一箱上好的烟土。你，我是想着他花那么多钱托运一个东西，那里边的东西肯定比烟土值钱呢。钱钱钱，你缺钱呐？平时给你的少吗？啊，你开当山寨没了吊桥，这跟桥有什么关系？怎么没关系啊？梅松要继续使用吊桥、渡口和船只，我要是不答应他的条件，你能活着回来？我这么做不也是为了山寨吗？我，怪不得从小你不长个儿，你光长心眼了你。你们两个吵什么呀？没事。那个是我错了，我是想知道那里边。真的不能知道。为什么？美特派员不让说，我要是说出去，咱们马帮山寨整个都完了。
就你这个哥哥，啊？这么看来，山寨这条路也不安全啊。问题就出在魏毅，要不要除了魏毅？不可以，魏毅现在肯定被梅松和警察给盯上了，如果动手，肯定会暴露的。梅松这个人，在等着目标往他的枪口上撞呢。啊。